韩国最长寿的偶像团体神话来台开唱，出道19年，平均年龄37岁，但这些阿啾系的魅力可一点都不输小鲜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神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倩倩。倩倩，今天我谢谢大家来我们的演唱会，玩的大家新年快乐。前进欧巴感觉超紧张，讲话结结巴巴，不过还是感受到他们的诚意。这世界很酷。